现在准备开始的是已经开始了，是壁球假日联赛，由 AJ 队的第二点陈温玲对战假佛队的第二点张君宇。两位选手都不是第一次对战啊，不久前在国手选拔才有对战过，当时因为国手选拔一天要打非常多场啊，张君宇的体力下滑得很快。不过我们这次联赛哦，只有一场的情况之下，可以不用保留的用力打下去啦。刚刚那一球陈温玲自己打上了自己身上了。这一场的裁判呢，是前一点赢下来的 AJ 总教头黄振尧。好球，这个球质非常好。不过两场跟刚刚前面那一场黄振尧对战胡伟道，两场这样接着连续看下来，真的会觉得前一场的球质很恶心啊。现在看到了这一场的球破绽比较多，而且目前看起来张君宇的球质还是比较占优势的，文林看起来是很放松的。陈文林对自己的球质，哦，这一球很好。刚讲完，连放了两球非常好的球质，一个直线，再一个短球。是一个很软的调动，张君宇自己跑不掉。文林的手还是非常的柔软啊。好球，目前现在这整个 pace 还是张君宇比较喜欢的状态，感觉得出来整个节奏并没有被文林加速到很快啊，因为陈文林如果想要提早全部打掉的话是非常快速的。哦，看得出来我们的 Jimmy 还有时间 hold， 还有时间做一些想法。好球啊，自己说好球啊。比数来到了5-7。好、哦、Jimmy 这一球非常快。比数来到8-5。我们今天 AJ 队对上假佛队啊，三个点都非常好看。目前第三点，李宗颖对上潘宏瑞，已经打超过半个小时了，外面观众站了一整排。啊，这一球到了角落之后直接不弹了 ，Nick。来到了第一个赛落点，局落点。
抱歉 ，gamble。哇，这一球 taxi， 最后11-7，第一局由陈文琳拿下来。这一球，这一球，文琳想要要一个累啊！他的教练很快看到他讲说 no累。好，就在这个时候，AJ 的第三点，李宗颖也获胜了。目前 AJ 是2-0领先。好，这一球陈文琳很聪明啊，他只做了一个很小的波动，让球很快的弹两下，让张君宇完全毫无悬念，不想追了。这一个变线也很快。我们的 Jimmy 已经在摇头。有一点看不到文琳出手的状态。哇，陈文琳现在很多这个前场的冷箭啊，不断的放，因为每一次都很奏效。好球 ，Jimmy 现在满场跑，好不容易掉到了 T 的位置，想要加压，不过文琳还是很快，还在继续，还在继续，抓到了。啊！刚刚 Jimmy 的手都擦棒了，这个最远的距离跳起来了。Jimmy 撑住啊！这一场这一球绝对是 highlight， 太精彩了。已经不知道讲评该讲什么了，真的是太精彩了，哇！一个高调，居米这个片做的啊，好像都被看穿了，很可惜啊。第二局由陈文琳再次拿下来，不过我们张君宇看起来体力上有一点快爆了。好，第三局目前开赛之后，由 Anson 当裁判了，我们的一哥
要去指导，总教头必须去指导队员，所以改由 Anson 当裁判。哇哦！看得出来，第三场 Jimmy 的腿已经软了，也慢了，真的很虐心啊！哦，这一球感觉是文林自己在进去的时候位置站得太接近侧墙了。大家可以看文林，他其实他在积极去打球的部分，他并没有找到对手的位置进去，他其实是钻进去，结果反而太接近侧墙。哇，这个后球的落点啊，让张君宇感觉到绝望的滋味，表情充满了绝望。好球，感觉在那里瞄了非常久。又是这个，这一整场就看着文林的截击 counter drop， 还有对角线的这个放小球，给了 Jimmy 非常多压力啊，而且有一点抓不到他出手的时间的感觉。对，这一球 Jimmy 好像看到的时候也晚了一点，一直有闪过去没有看见球的感觉。好，这个是一个机会， Jimmy 做了一个对角的调动，不过这球偏短了，让一偏短就马上让文林有连续攻击的机会。对，这个真的是连续的，大家可以看 Jimmy 的球质只能在救球，这个时候文林知道对手的状态，他其实是急着去连续压迫，反而造成自己失误啊。好球，把文林移到了后场。目前看起来真的要想办法把球调到后场去，虽然文林就像一道墙啊。好球，啊，文林这一瞬间好像犹豫了什么，有点想要抓，以为 Jimmy 会靠过去变成 stroke 之类的，又来了，很随性的一个前场压迫，比数来到6-10，目前是 match ball， 有四个 match ball， 我们看 Jimmy 有没有办法撑过去，多打一局呢？哦，那一球没有救到，嗯，最后11-10，哎，哇，11-7，最后。第三局由 Jimmy 拿下来。好，第四局，我们的 Jimmy 刚刚振作了一局。好球，但是文林这一场看起来接击的更积极了。
哇，这一球截击速度真的是有够快。Jimmy 其实这一球只有看到了，但是因为速度实在太快了，第一时间要往前场冲了。目前看起来这一场 Jimmy 的专注度提升了，觉得他有点进入 zone 的感觉。对，他现在看球的准度比刚刚好很多，这一球也是明显有看到，但是无奈啊，他有看到文林冲过去要去截啊。哇，这真的好虐心啊！目前上演了逗猫模式啊！哇，真的是太虐心了！啊，感觉 Jimmy 已经放弃调动他了。反正再怎么调动，文林还是都跑得到。已经在场内喊出了好累。有点像一早被抓来跑马拉松啊。好咯，我看了 Jimmy 的肢体语言像是要振作了。哇，这一球真的很快的换了一个位置啊，出手的时机延后了非常久啊，这也是我们 Jimmy 的招牌啊。有一个大角度想要躲过文林，哦，我已经从场外都已经听到了 Jimmy 的脑袋一直不断的在思考该什么时候出手，觉得都可以听得到他脑袋在运转的声音。 Hold 了再放个 drop，哇，这真的是残暴啊！虽然有了很多选球的想法、聪明才智，但是当面对的是快，陈文林说要赶快，他在指手表，他要赶时间。他等一下似乎还有别的外物啊。当面对对手其实就是快，真的你再多的才智也是只能尽力而已。但是大家可以看得出来，面对这样的对手， Jimmy 的打法是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。毕竟在战场上永远会遇到比你年轻、比你快、比你暴力的选手。Jimmy 的拍手啊，引起外面的观众掌声。哇，都听得到文林自己在里面的万叹。一个大机会，
徐米看到了，选了直的调动。哇！其实 Jimmy 刚刚那几个球质真的很好，那个 drop， 但是文林真的硬是把 Nick 的球都哇救上来了，终于文林倒了，救不起来了。非常精彩，现在来到了第四局，8-8。out 了，很可惜。那一球，文林的球到后场之后，其实不太弹。哇，又来了一个落点超好的后场。现在有两个 match ball。最后一个失误，由陈文琳拿下这一场比赛的胜利。